新港和林江当时中和台风三月份到独立山背山过程当中，突然发生心血管塌掉的分歧，经过着急救送医，现在恢复健康。十六号再次到独立山的庙宇参拜，并当面感谢抢救的消防人员。新港和林江当时中和台风感谢北山消防分队救命恩，因为一三月份在弄独立山背山，突然发生心血管塌掉的。北山消防分队下部由队员廖文宏开车，替代亚南赖玉莹一路观察何大宏状况，并紧急送医。这实在，这证明是啊，妈祖保庇，啊，搁咱北山只救护队的吼，这亦然吼，监控董事长的那个生命迹象了、啊。对对对，一直监控。如果有万一途中有什么状况的话，我们要利用电极器把它，心脏恢复就对，急救了。啊！我先过来，伊甲用，伊甲讲话，甲伊讲安尼，咱有一寡代志还袂完成嘞，你袂使我惊。咱明仔载大家妈要来吼，你袂使真，你爱甲目睭甲闭紧甲看。啊！我伊甲叫妈做保佑，伊有咧甲反应，有咧甲应啦。我再次搁甲叫，搁第二次搁甲应，第三次我甲讲你目睭闭紧甲看，看我啥物人，你袂使抢哦。伊就甲安尼慢话啦，爱甲叫我第二，吼，目睭闭紧甲看，吼，啊，真正目睭闭紧甲看，爱甲看我啥物人。啊！你到阿边嘞呀？安尼，啊！然后伊就吐开，安吐一大块安尼，全规个天上拢吐吐开安尼呀，安尼全部毛鳞叽叽安尼。所以这过程你一直甲叫叫。啊！叫叫我舅妈做波啦，伊甲叫伊甲叫嘿。希望大家生命爱保重吼，啊！大家身体爱保重。经过一个月休养，何德宏恢复健康。26号再次前往独立山奉天岩，感谢冬天帮助的民众，也恩请北山消防人员，更一直感谢长庚病院王博章和潘国立医师，更呼吁大家重视健康，珍惜生命。身心科教洪北山乡采访报道。